哦，recording 打开了，OK。我看一下有谁没有那个 mute，我把 mute 一下。OK，All right, we're good。好，那我们继续进，要不因为我刚刚介绍了你，你再跟大家简单看看有没有什么补充的。谢谢孙印和你们的团队邀请我参加你们这个 Zoom meeting 哈，我们已经参加了很多次，有几次效果都很不错。我也是感谢这个机会跟很多人见个面。等一会儿我会问几个小问题，不知道加入这些 meeting 的人是第一次买房子，还是做投资，还是小的换大的哈？我们的主题可能有一点点不一样。我在这个行业也做了很多年了，2004年，大概已经很16、17年了。那么 mortgage 的这个经验比较足，然后case by case 很多东西都会根据个人不同的情况给你们讲解不同的那个贷款的计划，哪一种对你们最有利。那么在最近的这个贷款市场，大家都知道利率非常高。从那个最低点算下来，利率比较高，但是实际上整个的趋势怎么样呢？我们都会在贷款中啊，在这个会议中会做一点简单的介绍。那么我现在介绍就到这里吧，好不好，森英？嗯，好的，非常好，谢谢你，Jane。因为我们到时候会给 Jane 一些时间介绍一下，就是贷款利率的它的进一步的理解，然后趋势，还有就是回答大家的一些问题。OK，我看看哈，我们今天其实参加的人挺多的我这里已经有16个刚刚加进来，OK，首先呢，我想今天的会议的结构呢，就是先跟大家讲一下现在房市的新特点，然后我再讲一下一些重要的流程，然后呢，再跟大家给一点新的 tip，就是现在市场上购房让你 offer 被接收的几个新的策略。OK，那么我们听到很多说法，就是现在大家都在说 OK。是不是现在房地产的末日到了？利率往上走，就像我们刚刚谈到的这几个I，我们说的有三个 I，一个是 inflation，一个是 interest rate，还有一个是 inventory。那么 inflation 呢，当然就是通货膨胀。我们知道现在美国的通货膨胀也非常挺高的，那个指数是8.5、8.3左右，然后我们知道整个房地产的贷款的利率也继续上升，现在我们已经从3直接跳到5，把4都已经跳过了。还有一个大家谈到的就是一个 recession，就是经济衰退的即将到来，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一个 inverse 的那个 yield curve，那么一旦这个 yield curve 一出现了，那就是在一定的时期内，经济衰退就会即将到来，那我们也其实也看到这个趋势了。很多专家都在说，经济衰退是不可避免的。到现在，OK，但是在这个很多不利的消息中呢，我们有一个好的消息，就是 inventory，那就是待售房屋的库存，其实现在已经增长了一些。我们一会儿再看一下我们大的数据，OK。首先呢，我想先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通货膨胀哈，我们从最开始的2021年的7月5点几，现在涨到8点几，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在美国的历史上，现在都是相当于一个非常突然的往上走。那么这就是为什么 Fed 联邦它要下决心要提高贷款的利率来减低这个通货膨胀的趋势，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这是房贷的利率。那么现在呢，我想进可以给大家到时候再验证一下。我知道是30年
现在是quarter after five， 大概是5:25左右。当然就是说 depends on 很多具体的情况，但是呢，据专业人士说呢，那么这个 interest rate 最后会涨到6左右，到今年年底，我们可以拭目以待。OK， 那么就是说，除了贷款利率上涨了，但是我们也想看一下贷款利率上涨真正的对我们房价以及房屋销售的一个影响哈。我这个数据呢也是一个专门的机构统计的，它就是把过去6次贷款利率上涨超过1%的这个时间都放到一块。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1993到2012年这几次呢，就是房贷利率涨得比较厉害的，但是在每一次房贷利率增长，房价并没有下调，房价是往上涨的，但是呢房屋的销售速度是往下走的。就是说因为这里有一个 affordability 负担能力的问题，如果房价涨得太高了还有利率涨得高也高了，那么就是说很多人可能以前他在 fence 上面就想着要买房的，那么他现在就被推到 fence 下面去，因为他就不能够 qualify 他的贷款。那么很多人也有，也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的现在市场上比如说我自己有一些买家，他们就是因为贷款不能支持他们的房价，他们就宁愿再租一年，就租一年的房子，然后再看一下那么这个就是说可以把人，不好意思，刚刚好像有一点回声 mute 是吧 ？OK， 就是可以把买家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呢就是因为买不起房了，他们就不在这个买房的范围内。有的人呢，他们觉得 OK， 这正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那么更少的人，有可能我会更有机会可以买到房。还有一个呢，我想就是我们退一步来看一下整个房屋价格，自从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到现在1945年到现在，整个美国房价的趋势哈，我们看其实它是一个，除了2006年我们知道，大家都知道那个时候是因为次贷危机，是因为房市本身自己产生的问题，所以它的价格往下调了，所以整个曲线它是往上走的。那么我们再看一下就专家预计的未来5年的房价的一个趋势。那么2022年呢，大概的话是9%，我觉得我们现在已经涨到差不多已经达到这个标准了，就是说房价今年的涨势已经有一个持平或者减缓的趋势。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2023-2024到以后2026每一年仍然有小幅上涨的空间。所以大家很多人在谈的一个房市的 bubble 就是一个泡沫其实现在是并不存在的。一个是因为现在的贷款它的rule and regulation 非常严格，竟可以更多的谈到这个问题。它并不像2006年的时候贷款非常容易贷，很多那个贷款他也不验证你的收入，也不验证你的信用分，然后他就给你就是给你贷款，然后很多人贷了款以后买了房子以后又把房子的钱拿出来去消费买游艇然后支持他们的生活那种luxury 的生活，所以才造成了次贷危机但是现在的贷款它的 rule 都非常严格，我们不会期望同样的事情会发生。OK， 那么下一个呢，就是除了 interest rate， 我们看看 inventory， 这是一个好的消息哈。那么我们这是一个全国的数据，2022年的新的房市上市，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个上升的趋势，从1月到4月，我们自己也能感觉到，就是3月春天来了以后，我们有更多的房源，现在每个星期每个周末也有更多的房源上市。因为一般来说房源上市它有一个规律是
一般经济来说，它会星期三或者星期四把房源放上市场，然后的话，通过一个周末的 open house，周一 show offer。那么我们看到这个趋势呢，就是四月份上市的房源会更多。同时，这是大波士顿地区的一个右边这个图是大波士顿地区独栋别墅它的上市房源的数量。我们可以看到，第二季度呢比第一季度也高。同时呢，2022年和2021年相比来说，上市的房源也多。那么我们的 inventory 是在不断增加的，这个对买家来说其实是一个好的消息。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在市场上的时间，就是 days on market。我们可以看到大波士顿地区的独栋别墅销售也加快。那么一月份呢，大概在市场上40天，它才销售。然后现在四月份，我们看到是20天，平均来说，OK，所以就是说，这个市场对，就是 inventory 还是支持很多买家的。我们没有看到就是很大下幅的调整，或者是一个就是泡沫，没有看到一个泡沫在里面，也没有看到一个泡沫快要 burst 的一个趋势。OK。那么现在我觉得我对这个市场的看法呢，OK，通过很多学习，通过很多实践哈，我们每个星期每天都是在跟很多客户接触，也同时受到很多这些收集很多数据，每天都在学习。那么我觉得第一个呢，就是现在利率的确是比去年高，比就是可能前几年高，但是呢，historically 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30年的。贷款利率从1971年到2022，我刚刚从那个今天从那个美国的一个统计数据的网站截屏的，那么它现在真的还是一个历史性的，相对来说 historically 它是比较低点，就算到了六，比起以前我们最高的时候，可以看到我们的利率已经曾经是18%，现在来说还是一个低点。那我还记得我刚刚到美国的时候2000年的时候，我有一个朋友买了房子，然后他拿到的利率是6%，他高兴得不行。然后，对，现在所以还没有到六，相对那个时候来说的话，你们的就现我们能够拿到的利率还是历史性的比较低的低点。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如果说是你把贷款利率和你房价的增值来比，那么房价的增值其实是个比利率的增长更快的。就像你在打火车的时候，OK，你有一列火车跑得比较慢一点，另外一列火车跑得更快，你要追上那个快的火车，追上房屋的增长，你得先跳到那个慢的火车上，然后你要能够进入，就是说你可能要 take 一点正在增长的利率，但是你。买了房子以后，你的房价的增长，你就能感到这个更快的火车的速度了。所以我的理解是这样，就是说你在买房的时候，不光要看到 OK，现在利率比去年、比前年增高了，但是呢，你要看到就是你的历史性的利率现在是低点，同时呢，你的房价增长比你的利率增长更快。就是你买房子的时候，就是用一些数据比较 smart 一点，可以看到就是。你的购房的那个现在的 position，OK，好，就是大的市场，我们就讲这么多哈。我一会儿还有就是几个给大家买房的贴士，我放到最后。然后呢，整个购房的流程，我想再简单跟大家谈一下，因为今天加入的很多是第一次购房的就是买家哈，他们就是对整个购房的流程还不太清楚。那么首先呢，我把购房的流程分成了4步。第一步呢就是准备，第二步呢就是看房和下单，那么第三步呢就是房检。如果我们有机会可以做房检，因为现在很多时候我们一般来说会 pre offer 会做一个房检，或者有时候对房子比较有信心，我们会 waive 那个。房检会不做房检，把房检的 contingency waive 掉。那么第四步呢，就是交房。所以整个过程中呢，我觉得最重要的第一步就是要
把贷款的预批啊做好。很多人一开始就进去看房，其实这是并不是最有效的。你最有效的是知道自己的目标，知道自己每个月的月供，贷款准备好了，资金准备好了，然后再去看房，这样你购房的整个程序就会非常有效。当然就是说，看房也就是最开心的一个阶段了，对吧？大家都喜欢看房，不管是网络或者是现场看啊，都是一个 fun part。然后看完以后呢，那么下面就是如果你喜欢想要 make offer 的时候，就可以下单。然后下完单以后，一般来说现在的话，如果房子比较热比较 hot， 可能几个 offer 中只选一个，有可能你就没有一个没有协议的一个空间。但是以前一般正常市场的时候，比较 balanced 的市场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协议价格啊，然后如果卖方接受 offer 以后呢，那么下面就会进入房检和签理购房合同。这个时候呢，就会有律师进入，然后他们会拟定购房合同，然后大家就是购房合同签署以后呢，下一步就是正式的申请贷款。这个时候你就要跟你的贷款经纪紧密合作，就是他需要什么文件呢，尽量及时的把文件发过去。然后在这段时间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也是不要让你的信用分受损最后就是你的贷款通过以后，那么我们准备律师准备产权文件你的贷款经纪准备你的贷款的文件，最后就成交和过户。那么整个一个过程呢，就是说有很多点，很多衔接的点，看起来好像是 OK， 我们可以说15-20步，但是每一个衔接点呢，其实还是挺重要的我在这里想跟大家就是提供一些信息就是我们团队因为我们是挂靠在 Compass 下面的，那么有很多，它是一个技术公司，那么它提供很多这种technology 的 tool， 这种工具可以帮助我们的客户，帮助我们来分析市场。那么首先第一个工具呢，就是可以帮助你提供很多，得到很多附加的房源 off market 的 resource， 因为现在房源多就表示你有更多的advantage， 对吧？任何一点都可以让，都是让你能够尽早尽快尽好的买到房子的一个每一点都会对这个有帮助。那么整个过程中呢，我们有自己的 coming soon， 就是没有上市的房源，还有 private exclusive， 这种也是私底下的房源，在外面上你都看不到的但是呢，作为 Compass 的经纪呢，我们就可以提供这些服务，提供这些信息，帮助你能够得到更多的信息，更早的得到这些信息。所以准备大家就是在整个offer 的竞价战中能够领先一步。下一个呢，就是它的一个叫做Client Tour， 那么这个呢，就是你可以下，当然也可以下到自己的 APP 上面，对吧？就是如果你要去看房的时候，我们会让整个流程非常非常 efficient， 我们会把所有的要看的房源准备好。那么 Compass 的这个 Tool 呢，就非常有效它会帮你把时间约好，然后可以帮你把行程最有效的安排好，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停止下一个房源是什么，你可以就是用这个工具找到 GPS， 可以根据 GPS 去有效的看房对今天大家就是生活非常繁忙，然后就是在就是怎么样有效的怎么样减少大家的时间，我觉得这些都是让你在买房的过程中更顺利更有效，然后能够更快的买到自己的，就是更享受这个整个一个 process， 然后更开心的更快的买到自己心意的美屋。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下单的时候我们有个 comparable market analysis， 那么这个 Compass 的 tool 是我用过的所有 tool 中最好的，因为我自己是个软件工程师，所以我对这些软件其实是非常挑剔的，但是我觉得 Compass 的这些 tool 就是真的是 number one它是有 AI 在里面，那么它可以比较这个房子的很多
特点，比如说你把目标房放在一边，然后你可以找最近成交的或者现在在市场上的房源跟你相似的，你可以根据它的不同的面积不同的特征、不同的 lot、不同的时间 building 建造时间，然后可以根据所有的信息来看你如果给 offer 的时候给到什么价格是最合理的。当然这个就是说还得要靠那个 agent 的经验，那么他可能有一些就是比较大的变量，或者是有时候在我们经常看到有可能比如说我们的数据做得非常好，但是有时候呢根据一些实际的情况我们需要做一些小的 twist 所以你除了这个工具你还需要有经验的房地产经济。OK， 那么下一步呢，我就是想跟大家有一点我们自己的心得就是现在市场上要让你的 offer 被接收，那么有三个建议。OK， 第一呢，就是需要准确的了解市场的信息和行情准确的下单。那么就是说你 offer 什么样的 price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如果说有的客户，比如说他开始 offer，比如他 offer 的很低，那么你就要跟着别人去竞价，然后最后有可能你进不过别人，反倒就是失去了机会。那么有时候我们能够给你的信息呢，可能你开始下单的时候就给的比较高一点的价，但是你就有很大的可能性让你的 offer 马上被接收同时呢，你的不光是价格，还有你的其他的 term， 还有你的 contingency， 对吧？这些都是这就是我说的第三点，需要和有可以信任、有经验、了解市场的专业经纪合作，他会帮你就是提供准确的信息，帮你找到最好的下单策略。还有呢，就是有一个建议，也是对我很多客户都有挺有帮助的，因为他们很多在拿贷款的时候，他们只知道有30年的 fix 他们没有想到有 ARM。静可以到时候再跟大家推荐一下，就是现在呢因为静帮助我很多买家，跟他们推荐了有那个 ARM 的这种选择，那么大家在买房子的时候呢就知道 OK 有可能我可以把那个利率，有可能我的那个贷款的利率会比现在30年的会低一点，但是我也真的不需要30年，因为我可能就买一个房子我就只住7年或者10年，那么这就是你最好的选择。OK， all right， 那我的内容呢就讲到这里。所以大家在购房中间呢，最主要的是 information， 就像买房子是 location， 但现在是信息的市场，现在是信息的时代，所以大家对 information 的掌握，对整个市场和整个经济市美国的经济市场，然后美国的一些政策，我觉得了解是对大家 make decision 的最好的一个帮助。那么当然你有一个有经验的对这些知识有了解的，掌握的比较准确市场脉搏的经济，对你肯定是有帮助的。 OK， 进我到现在是7:34， OK看看你有5分到10分钟的时间，可以跟大家讲一下你的内容。你要 unmute 吗 ？unmute 一下 ，OK。谢谢声音哈，这些信息很重要啊。我刚才看了一下，也觉得有很多学习，有很多帮助，所以。大家对特别是对第一次买房子的人来说，这些数字啊这些东西可能让大家比较就是打有把握之仗吧。从我的贷款的角度来说，我们大家先刚才也介绍了一下我自己哈，就是我是贷款经纪哈，就是我工作的公司名字叫 Guarantee Rate 是大概全美国50个州都有的 license， 然后我们大概是 number one number two 的那种大的 lender， 就是我们有很多不同的 program， 那么我们公司也有很好的 reputation， 就是在 mortgage industry， 在那个在麻州，特别是在 New England， 都是 top lender， 就是最大的 lender， 跟很多
地产经纪、地产的那个公司，包括 Compass 啊，这些都是有长期的合作关系，就是互相在互相帮助的情况下能拿到比较好的、比较快的。比如说你们想哦，快点 close， 我们10天可以给你 close。如果从这个对，我也忘了说了，静刚刚忘了说了 ，Compass 也是第一个 number one 的那个 sales volume 去年，给你们 对他们好像是跟那个 Guarantee Rate 是最好的合作伙伴吧？大家合作伙伴，对，是的。所以我们两人大概有预计哈，我们合作那么多年，最后都来到最好的地方。那么我就是简单讲一下利率的趋势吧，因为这是大家很关心的问题哈，就是很多客人常常在问我，哎呀，你觉得明天 lock rate 好呢，还是今天 lock rate 好？常常有碰到这个问题，然后我都开玩笑说，如果我要知道的话，我就不在这干活了，我肯定就已经发财了。所以从总体上来说，如果从今天来说，已经第六天了哈。如果大家关心股票啊，关心这个市场金融的话，大家都知道都在跌，那么这个投资者呢，现在就很从上星期大概加息加了 0.5 以后，那么现在股票一直在跌。那么很相反的话，我想告诉你一个消息，利率没有在涨，现在这一个星期利率终于停下来了，没有涨了。他那个50个 base point 是那个 Fed primary rate， 所以大家也明白哈，那个50个 bips 就是50个点和上次涨的 0.25 个点是什么意思呢？这里有好几个不同的概念，就是叫 primary rate， 就是它涨的是 primary rate。 通俗的讲哈，美国政府把一张纸变成钱，它印出来，那个钱它要发给不同的银行，对吧？他收那个银行的那个利率，就是这个意思，就政府印钱了，然后收利率，就是把那个利率涨了，你知道吗？以前就是纯印出来一分钱都不要，就直接发放给银行，以前是这样子的。因为那个 base 利率是零，大家记得吗？现在是 0.25， 现在是 0.75， 不是说要涨到2涨到3吗？所以还有两次加息，但是这个加息就加 0.25 和 0.5 跟 mortgage 公司是什么 mortgage 的 rate 是什么关系呢？大家要知道他们不是100%的直接的关系，因为如果是100%直接的关系，利率不可能已经从2月份从1月份 2.5 最低的好 2.5 涨到现在差不多 5.5 左右，涨了差不多3个 point， 那么利率其实才涨了，其实 prime rate 其实才涨两次，根本就没有涨那么多。但是为什么那个 mortgage 利率涨这么多呢？这个中间就有很多很多跟美国的整个 finance 的 secondary market 呀，跟很多其他的，就是我们这个行业，就是大家都知道行业的一些东西有关。因为整个那个 bond 就是 10 year bond， 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如果你要了解 rate 的走势，你可以看看 10 year bond 的走势。因为 10 year bond 现在是今天是 2.817，那么最高的那一天就是上个星期三达到了 3.15， 所以呢涨了 0.5 以后，利率那个十年棒才跌，那么跌现在等于看出来3是一个点，是个支撑点，如果下一次再涨到3的时候，大概利率又会跟着涨。那么现在呢，今天起码从星期二星期三今天星期四这三天利率是没有涨的，再是平稳的再有点下跌，就是这样。那么这个很多人就觉得为什么现在 bond 在跌，而股票也在 bond 在，就是说 bond 十年那个 bond 在跌到 2.8 了，为什么股票也在跌呢？大家可以，如果大家对 finance 感兴趣的可以上网设计一下为什么。那么从现在来讲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我们公司从1月份开会的时候就说了今年的利息2022年会涨，那么涨的意思呢就是 说到年底会涨到 4.875，那么其实这个话音未落的话，二月份三月份利率就涨到 4.875 了，所以根本就没有等到年底。那么从现在到年底的 rate 的走势是怎么样呢？那么根据我们的感觉，就是五月份我们没有办法判断真的到六月七月份会怎么样。因为大家知道二月份在当时美国经济出现问题的时候，俄乌战争还没有爆发，对吧？俄乌战争是2月24号开始的，那么中国上海北京还没有 lockdown，那么现在上海北京有 lockdown， 这两个大的事情，黑天鹅或者大的事情，对美国的利率啊，对美国的房市啊，都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只是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这个影响是好的呢还是差的呢。理论上讲哈，理论上讲战争对美国的市场是有好处的，就是美国其实也是支持战争的嘛哈，它这个战争其实对美国本身是绝对有好处的，因为无论从经济上从利率上，很多人就会觉得别的地方不安全了，把钱都放到美国来了，所以对美国的利率是有好处的。但是为什么战争了以后美国的利率没有跌还是一直在猛涨呢？大家可以想想为什么。我们这里并不是说鼓励战争哈，我们其实对那些战争中受灾难的那些那些人也是挺有同感的，对，挺有同感的。哦，谢谢你底线的。我这地方是就事论事哈，我们没有鼓励战争的意思，就是美国就是这种，因为战争也不是美国发动的嘛，是俄国发动的。但是这战争这个事实，就是对美国的整个还是每个人你在网上设计一下都能看出来，对美国表面上看起来，我讲的是表面上看起来可能还是有一点正面的影响，但是也不一定就是真正的影响，大家都知道，那有可能等到很多年以后才知道了。所以从利率的角度来说，刚才声音里面有很多数据哈，现在的利率大概是在5%多左右。那么从我是2004年进入这个行业的，我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那时候的30年的利率也就是5.25%，那时候的 ARM rate 是4.25%。所以呢 ARM rate detailed 我们可以以后再要，如果谁要了解清楚可以打电话给我们或者联系。现在的 rate 呢是处在一种就是 average 比较还是在低的水平，但是从贷款的角度来说，贷款是根据利率和收入的比例，对吧？就是你收入和债务的比例来给你放款。那么在很多年前，在那个利率18-19%的时候，他们的房价比较低，所以他能够付得起。那现在房价一直是涨，房价是每年都在涨 inflation 嘛，它每年的小的 inflation 房价一直都在涨。那么利率的涨势总体上来说对房价的影响不是特别的明显，就是森颖刚才也讲了哈，不是特别的明显。因为房子是个积蓄，是个叫硬性的要求吧，就是我们现在很多 first time buyer 是必须要买房子的，除非你想一辈子都租房子， otherwise 早买肯定比晚买好。那么你买房子也不是投资，因为现在投资可能很多人有三思而后行，因为投资的 rate 现在特别的高，大家也知道 我们其实要讲起来有很多为什么投资 rate 高了，这个都有很多理论上在都有很多原因的哈，大家都知道现在即使买 second home 利率也很高，因为以前 second home 和 prime home rate 是一样的。我最近有个客人在 Capcot 买房子，他的利率也很高，所以弄得也很没办法。这个现在这个为什么利率second rate 利率高呢？这也是跟美国的政府的这个债券的定义什么东西也有一些关系了。所以这个大家总体来说对利率的影响，我觉得大家不用太担心这个利率高了，哎呀，我就等一等吧，以后再买吧。这个应该这种想法，我自己从我的经验和我做贷款的角度来说应该是错误的。大家我记得在那个911或者是在有一段时间就是美国市场很严重的受影响的时候，那时候房价突然有点影响的时候，很多人就买了，当时很多人就不敢买了，哎呀美国要怎么样怎么样，就不敢买了。但是很多时候那就是个点。那么现在有可能你买了你觉得利率有点高，但是你有可能再过了一年半年以后利率跌下来了，房市又接着往上涨，那你还是可以做 refinance 的。因为美国的利率总体上来说它应该是低利率政策。就是为什么叫低利率政策呢？大家如果有时间可以 search 一下欧洲和日本市场，欧洲的市场基本上是负利率政策，那么日本的正常也是负利率政策，美国只是在负他们的后尘。就是说讲句开玩笑的话，去年我们公司开会的时候还开玩笑说美国是不是也要推行负利率政策。但是现在为什么利率股票都有很大的变化呢？最大主要的原因大家都知道就是这个疫情的影响。因为这个疫情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什么时候能真正结束，对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其实都息息相关。那么但是只有一个是一个肯定的，房市肯定不会有太明显的变化，它不会像2008年那样 crash， 你知道吗？它那种 crash 突然又打回多少多少利率。现在从我贷款的角度来说，我们的贷款的要求没有太大的变化，就是说我们没有放松贷款要求。就是2008年、2007年，我记得我那时候做的时候，有一个词哈，大家应该有可能在很多广告上也看到，就是不查收入，
state income， 叫不查收入 state income， 就是你说你收入二十万，然后银行就是二十万，什么都不查，然后就把款贷给你。你现在想想都不敢相信，为什么有那种事情发生？但是现在没有，现在基本上没有 state income。当然也有人说不查收入，但是你去申请试试看，什么都查，不可能不查收入，他让你付50%的 down payment， 40%的 down payment， 所以一样的哈。所以大家不用被那个什么不查收入这个东西所吓倒哈，不查收入了，实际上贷款的还会查贷款的那个。对，不查收入会查资产，还有就是、对，会查资产。对了，他会查很多东西了，还查你的信用分也是查的，也是要查信用分什么的。其实贷款总体上来说四个方面嘛，资产，然后先是收入，然后再是债务，因为收入和债务的比例大家都知道不能超过一定的比例的，那个比例从43%到49%有不同的限制。然后呢，你的信用分最高要到多少，最低要多少？信用分。按照美国的人的贷法，550分都可以贷到款，但是那个 rate 就会受影响。但是我们一般的人信用分要740分 rate 才会比较好，这也是一个基本的常识，网上应该都能查得到。我觉得从现在开始吧，我自己感觉大家，如果我不知道在这里听讲座的人有多少是投资的，有多少是第一次买房子，Sinyin可能有那个哈。其实我觉得总体上 in general 来讲，现在的利率是跟2年前比、3年前比，现在利率比较高。但是在美国的历史上，这个利率还是比较中间的，就不是说已经高的没有办法来接受了。但是这个利率确实给有些人也带来了影响，就是他的收入购买能力也带来了影响，特别是大房大额贷款，就是江伯龙哈，那个因为那个 monthly 大嘛 ，payment 有一点影响。所以他们就会比如说以前可以买150万的房子，现在只能买120万房子了。所以这个但是还是可以买房子，不是说他就不能买房子了，就可能他会要选择要变一点，就是这样。所以我大概讲的大概就是这些吧。从我的角度来说，大概对利率，大家对利率的关注啊，就是对利率的关注，如果从买房子的角度来说，光只 focus on 利率的话，可能有的时候你可能拿不到 deal。 因为我最近就帮了两个客人，其实生意我们以后也可以交流，帮了两个客人拿到 deal。 那个两个客人只是付了 5%-3% 的 down payment， 但是他怎么拿到那个 deal 呢？就是我给那个 listing agent 打电话了，就是因为我做了一个 pre-approval letter， 就是我们 guarantee rate 有一个叫 buyer power 那个 pre-approval letter 嘛，就是我们先 run 了一个 proof，就是说你把房子拿到我们就可以 close。 那个 agent 呢就非常的好，他接受了那个 deal。 那个客人只付 3%-5%， 那个房子是在 Weston 哦，你想 Weston 的房子 3%-5% 能拿到。所以还有一个在 Winchester 也是一样，那个 listing agent 我们以前合作过好几次，他对我印象挺好的。然后他让那个 buyer agent 让我给 listing agent 打个电话，他说他有6个 offer，然后我就给那个 agent 打了个电话，我说这个客人在我这里已经做了 pre-approval letter 了，我说他的所有的东西都没有问题，准时 close， 20天、30天都可以 close。我当时也就是处于就是帮助客人拿 deal， 因为那客人从去年到现在已经差不多看了大概8个多月了，一直没有买到房子，房价一直在涨，然后还好很幸运的在温切斯特买了一个80多万的房子。所以也只有付10%的 down payment， 所以不是说很多时候要很多，哎，要多少50%down payment， 不是那个事的，很多时候买房子还是要看你的购买能力，看你贷款的能力。因为最近不知道森有没有注意到 back to market 的房子也越来越多，很多人做房子，因为你拿了个好的利率，然后你房子 close 不了也没有用，你知道吗？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银行里面。我最近也有两个客人有点就是很阻赏，就是银行里面给他当时跟他讲的时候 rate 很好，然后做的时候 rate 高了，然后还要付 point， 所以那个 agent 和客人都很非常的难过，就是这样。所以大家在比较利率的时候，或者在买房子的时候，一定要把看到一点就是 service， 你知道吗？ service 不是钱可以买到的，有的时候你知道吗？Service 是一个能够成功的顺利的 closing 也非常非常重要，就是拿得好的利率 closing 不了，对吧？就是没有那个 service， 没有那个人
知道怎么样帮你 closing， 帮你能够顺利的 closing， 那个也是就是有时候就得不偿失。对对，是的，我大概就讲到这里嘛。大家如果私底下有些问题，关于利率的走势啊，更多的要求，贷款方面的具体的要求啊，三十年呢、啊、或者 ARM rate 啊，大家都可以在私下里再找我们吧，好不好？我就讲到这里，好不好？大家剩下的十分钟，大家可以提问。对，建，我有两个问题哈。嗯，对，我叫妙义，我是个 investor， 我想要了解的是，第一，你这个三十年，你刚才讲到的三十年，现在是五点几，应该是对这种 primary 的那个住宿的房子吧，不是对 investor 吧 ？No， 不是对 investor，investor 的房子都是五点八七五，还要付 point。现在美国的经济市场就是 secondary market， 根本就不允许人家来，就是不鼓励了，不能叫不允许，就是不鼓励做投资房或者做 even 做 second home， 知道吗？啊、嗯。OK， 好，谢谢。那第二个问题哈，那个 ARM， 我想了解一下 ARM 的情况，因为我知道 ARM 一般都是七年、十年那样子，它是锁定这个七年和十年的 rate。那么比方说如果我选了七年的话，七年满以后，我不想搬，对不对？我或者还想一直在留在那里，那这个 rate 是根据当时就是说七年满了以后的那个来加上去，还是根据我就是说七年前当初买房子时候的那个 rate 再往上加？是我看这个可能有很多解释、啊、你要如果想了解，你可以私下再聊。七年 ARM 或者五年 ARM 或者十年 ARM 或者十五年 ARM， 这些 ARM rate 都是三十年 term， 那么它可以在这个 log 的 fixed period 里面，你也可以 refinance， 然后 periods 完了以后，它有一个公式，它有 margin plus index， 它根据那个公式来，根据第八年或者第六年或者第十一年的市场来决定，然后你也可以 refinance， 有很多种不同的 option， 你知道吗？ OK， 那这中间如果 refinance 的话，我可以就是改成三十年的 fixed。 对，是的，可以的。OK， 都是可以的。OK， 谢谢。Jean， 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怎么平衡 PMI 和20% down payment， 如何比较？这个就知道了。我最近做了好几个我很少做的 loan， 比如说我做了一个 VA loan， 为军人 loan， 所以我跟森英开个玩笑，找一些老军人，他们的 rate 很好。你看我刚刚 close 的 loan， 那个他们三十年的 rate 还是 3.875。 现在美国政府对老军人啊或者是 FHA 啊 rate 都比正常的 conventional rate 好。那么 FHA 或者老军人的 loan， 这些 loan 都是要付 PMI 的，有的是可以不要，你可以选择不要付的哈。你这个题目是怎么平衡 PMI 和 20% down payment， 就是说如果贷款没有到 20% down payment， 比如说你只有 15%， 你只有 18%， 你都要付 PMI， 就是这个意思。PMI 就是 primary mortgage insurance， 叫 primary mortgage insurance。 比如说我们的客人付 3%， 那么他就是要付 PMI，那么他的 PMI 就根据他的 credit score， 所以大家 credit score 很重要。如果你的 credit score 是780，如果你的 credit score 是700，你的 PMI 一个月可能会差五六十块钱都不止，差别很大。所以 PMI 跟你的 credit score 影响很大。OK， 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那个可以。举手，我可以 unmute 你，或者自己 unmute 自己，或者在那个 chat 里面可以把问题打出来。我想了解一下，比方说这个比方investor 的这种 rate 跟这个其实刚才从你的讲来说，就是说他这个rate 就是说 mortgage rate 和它的这个 federal reserve 的这个是没有一个线性关系的，不是说是 federal reserve 这边升，我们这边的 mortgage 这 rate 有升。那有没有办法，就是说我比方说我能够实时的在那里了解到这个 mortgage 的 rate 呢？因为我曾经试过在网上去 search， 然后 in the end 我就是要拼，就是把个人的信息全部删给他们，然后他们再回我一个
回我一个这个东西，实际上这种有点叫 phishing 的那种东西了啊，所以我就说有什么办法我可以，你有没有 recommended 的一个网站或者 something 我可以 check 到这个 rate。 我觉得你应该没有办法实时的吧，即使只有我们 mortgage 公司的实时，我早上告诉你的 rate 下午有可能都不一样。你如果你是三月四月五月这一段时间做 mortgage 的话，如果我告诉他，哎，现在 rate 是 4.5， 你要不要 log？ 他说我想一想，第二天就是 4.875 了，基本上就是这样子的。你肯定在网上拿不到实时的 rate， 你在网站上肯定看不到它是实时的 rate， 因为 mortgage 公司都会 reserve right subject to change， 就像你到银行里去一样，你都会看到一句 rate subject to change until locked， 它你肯定看不到的，你只能看，但是你在网上看到的只是一个趋势，就是说。他你看一下哦，他网上说你把信息附进去，他给你一个 rate 出来，那个 rate 你只能做一个对照，你知道吗？那肯定不是你的 rate， 肯定不是你的 rate。嗯，啊、那你刚才所谓的你讲到了 lock， 那 lock 是不是就比方说我现在还没有房子的话，我去 lock 是不是那就是说是我要那个要付 lock 费用？我觉得这个问题我想在这里澄清一下声音哈。我最近大概你也问过我，还是别人都有问过我，是网上现在有很多人打广告说我们可以 log rate， 你没有房子地址我都可以 log， 这个纯粹大家是个误解。你要有空你去问问他们 details， 在美国的所有的 mortgage rate log 都要有个房子的地址，没有地址你不可能 log rate。 当然也有一种情况例外，就是 new construction， 就是你买了一块地，这个房子是准备做房子，我们可以 lock rate， 叫 new construction， 你可以 lock rate， 可以 lock 360天，我们可以 lock 180天都可以。那么你要记住了，这些只是一半，就是你 lock 的时间越长，你的 rate 可能会越高，然后你 lock 的时间长，有可能你要付一些 upfront 的费，有些费是可以 refundable 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也不知道这是哪家公司出来的，说我可以跟你 lock rate 呀，没有地址都可以 lock。 我说他纯粹是在误导哈，有一点点误导你们，因为你要真的去打电话让他，哦，我想 lock 一个 rate， 因为我有个客人他在看房子，他说建议我让你帮我 lock 一个 rate。 我说你有房子了吗？你有地址了吗？他说没有啊，我在网上看到的，说没有地址可以 lock。 我说你自己打电话问问他怎么 lock 好不好，就是根本就是这个就是一个讲了一半，你知道吗？他话就讲了一半。嗯哼，明白。对。OK， 还有没有？对，还有没有问题？就是秒译问题，大概是正在进行的哈。嗯。对对，挺小很多的，挺有代表性的。对，我觉得你帮很多人问了，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也有像你这样的问题。其实在最近我的问题也很多，其实我去年 close 很多 deal， 我 close 了大概1.4亿，然后我们里面有很多客人，就是很好的客人，他们买了5个房子的呀，买了4个房子的很多。那么他们今年来联系我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你歇会儿吧，现在的 rate 比较高。你知道他们怎么告诉我吗？他说碰到好的我还要买，为什么呢？他说现在他们房价涨了，利息涨了，租金也涨了。嗯，他说租金也涨了。对对对，就是说真的是没有最好的时间或者最差的时间去，就算投资也是一样的，对吧？刚需自住房就不用说了，就是投资你没有最好的时间或者最差的时间，但是因为最差的时间也有人做得很好，最好的时间也有人失去那个。机会的，对，就是全部是 depend on 你自己。是的是的。嗯嗯，对呀、啊、是这样子的。嗯，是啊，现在主要是看大家是不是应需的。如果有投资的房，我最近看一个房子还是在加价呀，对吧？还是在加价买。我上个星期有参加3个 open house， 看的人络绎不绝，还是很多人。但是确实给 offer 的相对来说比较少一点了，没有像以前给 offer 的会多，现在是看的人多，但是给 offer 的人稍微慎重一些，加价没有像以前那么大吧。我不知道，我是我的 agent 跟我讲，他 due day 是星期二，然后他说以前如果 due day 星期二，星期天晚上就能收到 offer 了，但是他这个真的到星期二才收到 offer， 他说。所以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啊？嗯，对。你做 commercial loan 吗，Jen？
我不做，对不起。OK。OK， 好像我们的时间一个小时了，非常感谢大家，也没有什么问题了哈，非常感谢大家参与我们的会议。有任何问题 ，OK， 我们的信息在这里，这是我们的团队，你可以在 Google， 可以在 Zillow 上面都可以看到我们是非常多的好评，然后我们最近两个新的团队成员，我的联系方式也在这儿，下面是 Jean 的联系方式，可以给他电话或者是邮件。好的，谢谢大家，希望你们有一个谢谢大家，希望大家早日买到房子。对，有一个能够真正的有一些收获，然后早日买到自己的梦想的房子或者是投资的房屋。好，谢谢，拜拜。拜拜，拜拜，谢谢。